今年也50了，我想趁现在就有精力多出去走走。可是呢，他总觉得我现在不顾家，想让我跟着他一起去闺女家。可是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，我怕去了以后打搅孩子们的生活，给孩子们造成负担。我希望嘉宾老师多，帮我劝劝他，多在家里待待，多去孩子那儿看看。这是一个要阻止妻子去看世界梦想的男人哈，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霍先生52岁，来自石家庄宝安；女嘉宾刘女士50岁，来自石家庄无业。来，有请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结婚得有30年了。30年了，对，20岁就嫁给他了。今天来，您是想请嘉宾老师帮你劝劝夫人是吧？对，劝夫人什么呢？让她顾顾家，我们一块儿去女儿那儿常住住。这女儿出嫁了是吧？对对对。啊，还要去女儿那儿常住住。先说说吧，女儿出嫁前怎么样啊？我们挺幸福的。怎么个幸福法呀？你比方说吧，她在家就说是一切的，就是家务啊、洗衣做饭呀，什么事儿都是她干。什么都是你别管了，我来吧，就是他嘴边的话，就说是从结婚开始就这样，对，坚持了30年啊，对，呀，有福气哈，不仅应该跟女儿的关系特别好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想去女儿那儿住，是不是？对，女儿你带的多还是夫人带的多呀？我带的多。那您这不对了，这洗衣做饭带孩子也归他带啊？他喜欢嘛，所以他就带呗。哦，因为他喜欢，所以他就带。真是打小不管吗？对。那您在家里管什么呢？管玩。30多年在家里没吃过苦？没有。是觉得特幸福吗？相当幸福。你在家里管钱吗？不管。那你管啥呀？我什么都不管。老公你管不？不用管，特自觉是吧？我绝对放心。对。哎呀，那你是怎么做到30年如一日的，让老公就这么死心塌地的对你的呢？我觉得这是他的本性吧。反正搞对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要嫁给一个就是说有责任心、对我好的人。嗯，那你觉得你是运气好啊，还是眼光好啊？一下就找了这么一个人。运气好吧。没觉得苦吧？您？嗯，没觉得苦。觉得累吗？不累。30年过来就接着听老婆的呗，我看你两个人都享受这个，干嘛现在要？现在是问题出现在哪儿了？嗯，我不是有个外孙吗？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？没了事了，就是常去他那儿住住。啊，哎，领领孩子。啊，享受享受天伦之乐。啊，挺好的事儿。啊，他老是出去玩去，逛街去，要不就是跟他的朋友去那个唱歌去，打牌去，烫头啊，美容啊。就有点不务正业。不是，您的正业是给孩子带孩子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对。